哎呀，起了个早，乡政府那边让我去开一个会，现在赶过去啊。老弟们，赶紧来，上面上。哦，多谢啊。哎，我们到三楼会议室开会啊。谢谢啊，下面开始，先坐着等一会儿。谢谢啊。点的。嗯，我想把酒精灯点耶。哎，我来，我来，叫哪几点啊？叫那个的鹅，我吃了呢。毛毛那个老贵的，我不是吃个毛，吃个老贵的毛，叫个两多个鹅，我听到打电话里面，老贵的毛。哇塞，我吹得起哪一下？放下。哎，电话又放得快。呀，第一个。哇塞，羊那香啊！你鹅你多大喽？你家这毛地方呢？啊！哇！哎，你过来。嗯嗯嗯。
米来，那米得来得老当，当是老当米来，我也给他喝过啊。哎，干这些我。哎呀，俺搁了要好几年妈妈了。妈妈背着我穿的妈妈都贵的，我当年我里面个富贵的妈妈，给了毛了要多爱你。哎呀呀，搁了开些回去呗，好喜欢给了特别贵。我这一脚，我主要接了一个了嘞。啊，主要这个。哎，今天吃瓜子太贵，你不是休息吗？嗯。哎呀，跟他提养后期给钱回去吧。来吃的比我妈妈家要好点。嗯，好点。吃真的好点了啦。因为那边暖的。好点啊。嗯，没关系的。嗯。哎呀，你妈妈给我给我给我一块钱。对，我的。我这怎么的？嗯。谢谢你妈妈。妈妈你的。我。这里叫杨别跟对不对，爸爸？杨别个啊。嗯。都是杨杨姐。嗯。我接就行。可能不急嘛，菜啊，爸爸。是是。菜我也这么回不了，回不了，弟弟还等嘞。你不得不得，我们搞个这个。那你就我就还等一个。接就行，接就行。接就行嘛。我就我就。接就行。哎，我操，一会儿就回家了。餐饮的技术得火火的，喂呀，哪里穿这个？我这里的菜。嗯，你那姐，那边那姐怎么？慢慢接，慢慢接。你慢慢接。嗯。这都不是个事情嘛，啊。我怎么都不会带，又不带了。回家接，嗯。有啥人来读啊？接定个人个接就那事情嘛。啊。我领个安个接嘛啊。我嘞，愿意的。我，你还管么个接？我也管这样东个接。事情嘛，我。慢慢接嘛。光是事情嘛，我。嗯。哎呀，一堆有啥呢？哎呦，杨哥，这端东的蚊子啊！端东的嘛，那么嘛。嗯。嗯。回来可多少了吧？嗯。好点啊。嗯。等妹妹妈妈再不来进来，也让同学听。啊。打个电话。嗯，对对对，电话不进来。啊，你进来啊，没我们这在电也。啊，姐姐，俺那冷不冷？外边冷不冷？哎。我多冷的，毛雨的。哎，我。哎呀，多管对不了。嗯。我那老姐知道不？嗯。我知道乖。啊。这也是哈，估计也是。小娘子。嗯。